明白。那小庄的电视剧怎么办？我早就安排好了。你安排？真正的剧组人员呢，已经在路上了，明天中午到达。哦，那经费呢？总不能让缉毒处出这笔拍戏的钱吧？马其童，你还不知道吧？这个电视剧的真正投资幕后老板呢，就是马其童啊。怎么会是马其童呢？对，他早就是我们人了，他的心呢，和我们在一起啊。我现在绝对相信，任何人在你的说服下，都可能成为我们的特勤。一点都不难，想当初小庄是怎么被我收拾的，啊？现在这小子有出息了，我这心里头啊，是真的很高兴啊。是啊。公安边防部队已经秘密进入阵地，准备对所有的出境路线实时封锁。设了这么大一个局，估计马云飞做梦也想不到。特别突击队化妆成定时剧组，这谁能想得出来啊？哎，这个主意谁出的？我。你？怎么可能？对啊，你们家伞兵知道小说要拍电视剧以后，一天到晚喊着要演戏啊。这个邓振华，肯定是惦记着谁演我这个角色，好吃女演员豆腐，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。其实啊，他倒是启发我了。你想，这大批外地人进入远山镇，还要携带家伙，想不被人怀疑那是很难的。电视剧组就不一样了，电视剧组满世界跑，男女都有，这可是特种部队的战斗戏，而且武器也能带进去了，还不引起人注意。怎么样，可以拿琅琊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了吧？你说，他们琅琊 B 组长不大，怎么你也长不大呢？战争啊，就是一种游戏，不同的是，这个游戏是要见血的。就你们那点事儿，我都知道，是吧？琅琊最佳导演。好了，不和你开玩笑了。通知部队，5公里以后进山，按计划渗透到远山镇附近，准备突击，一网打尽。他们马上会发现，自己已经成为电视剧主角了。卫生员，主角不是我吗？啊，是是是是，是你，鸵鸟狙击手。我一定要让他写一部关于狙击手的小说，就叫《刺客》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一会儿注意，一会儿我们按照庄导的那个拍法，先在墙后。听见我们这儿一喊，然后你们就从墙后边绕过来，沿着这条路线往那儿跑，使劲跑，明白吗？明白吗？
哎，大爷，这会儿啊。谢谢啊。哎，我等你这一天好久。枪，这把枪我们一直替你保管着，每个月都会拿出来查一查。乔庄哥，你是我的偶像，你不知道，一直以来我就想成为你这样的人。你是我们朗德山寨所有孩子的偶像。对不起，我让你失望了。没有，因为你站起来了。没有被苦难打倒，你是最棒的特种兵。高兴，西伯利亚狼，做好战斗准备。在这一瞬。怎么回事？围剿远山镇？什么围剿远山镇？拍电视剧。啊，电视剧啊。行。明白吗？这不是别人的戏，这是庄导的戏啊！导演来了，来准备实拍。成哥，哎，发右路，发右路，好，来喊，来预备，开始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谁的车啊？常务，管一下去。小兔崽子，敢拦我的车，你谱越来越大了。高大队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猜，哎，这谁还？不知道，还拿着枪，感觉很厉害。你小子拍戏，请他们也不请我。我不请自盗，服装、道具、家伙我都带了，还带了几个群众演员。干嘛？你也要演戏啊？这是什么话？我堂堂一个解放军的大校，给你做群众演员，你还觉得不够格？够格，够格！欢迎，欢迎，欢迎，欢迎！哎，说实话，我就喜欢你这装备，就这么说定了，我们跟你混了。我知道你特种兵人手不够，我亲自带着几个兵，给你做群众演员。走，跟西伯利亚狼拍戏去！来吧，弟兄们！在这个瞬间，我产生了一种错觉。谁呀？好像我并不是在准备拍戏，而是将要参加一场真正的战斗。导，那咱们能开始了吗？开始，来，开始了！各部门准备实拍。西伯利亚狼，你不会把我们的仪式都忘了吧？来啊！
你确定我必须回去吗？我知道那是你的伤心之地，但你也了解，那马云飞就是把他抓住了他也不会说呀，到时候还得你出面做工作。再说了，马云飞他不知道你还活着，你出面做工作肯定有效果。小庄，十一年了，你还能认出我吗？马云飞怎么来了？不会来了？马云飞怎么不来？我们这么多老大等到现在，几点钟了？这么普啊？我现在还不来？马云飞是不是跟我们玩空城计啊？是啊，是不是耍我们？不像我们。各位大哥，各位前辈，几点了？各位大哥，马先生临时有点事儿，去办一下，回来之后。你这是耍我们啊！耍我们啊！这不想做了，不想做我们就。周大爷。半个小时了，拍不拍？快去！啊，看。导，咱们能拍了吗？再等一会儿。啊。军事导演还没准备好，让大家辛苦一下，坚持坚持啊。啊。耿老师，咱们。我们的人呢，不是专业的演员，必须要进入状态，才能把戏演好，啊！啊，进入状态，进入状态。注意了，准备试拍。好了，各部门注意，来准备了。细胞连了，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你来发起进攻命令。准备试拍。来，各部门注意，准备试拍。就是在拍电视剧《围剿远山镇》，吓了我一跳。哎，我们老大马上就过来，马先生马上就过来啊！请各位稍等啊。你干什么呢？
好了，过了，谢谢大家。霍站长。包大队，过了。你要是不想袖手旁观的话，看看你的备用担架。在这个瞬间，我真正的得到了所有，不再是你，一切都回来了。哎，出话了，出话了！快看看，哎，怎么出话了？回来，回来！大家不要怕，我们是机动警察，保护你们的安全，赶快撤离现场。这里危险，快走，快走！什么事儿？这里危险，快走，走！快走，这里危险，快走，快走！猫头鹰，猫头鹰，我们在撤离现场。准备好了吗，西伯利亚狼？准备好了。告诉你一个秘密，老炮是卧底。什么？老炮是卧底，记住，千万不要对他开枪。枪的呢？活着呢。我有那么容易死吗？这次行动是由国际刑警和中国警方高层联合制定的秘密行动，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为了老炮获得马云飞的信任，你们都得死。不是吧？玩大了，牺牲我们四个，假死，对，假死。又安炸点，那玩意儿挺疼的。具体步骤，在你接近老炮的时候，特种大队会被警方要求出动歼灭你。在战斗中，你们俩将死于自相残杀。强子，你死以后就可以撤出来。这是我目前听到最好的消息。可这个马云飞是什么人物呢？他能相信吗？所以老炮要中一枪实弹，而且击中要害。这是我们这次行动当中最危险的一关，如果失手了，老炮就真的死了。谁来完成？我来。不行，你已经死了。我，你是鸵鸟猎人，要相信自己的枪法。这是唯一一枪的实弹，你装弹一定要准确。你在想什么？我什么时候回特警队？一直到整个行动任务完成以后，我明白了，你在想你的警花小雷。你说的对，猫头鹰。你们都必须被老高带到特种大队去隐蔽起来，所有假死队员都要被特种大队带走，要不然你就穿帮了。你活着的消息不能透露给任何人，包括你那个小雷。明白。可是小庄呢？他并不知情。如果看到我们几个自相残杀，他会崩溃的。他崩溃了，是为我们行动最好的证明。可怜的小庄啊！小庄他受过严格训练，也是我的兵。如果这点苦难他都撑不住，那我真的是看走眼了。所有人明白吗？明白。这次任务很危险，很艰巨，但同时也很光荣。这是你们每一个人证明自己的机会。回答我，
有没有信心？忠于祖国，忠于人民。准备。行动。干！哎，陈总爷，拿你拿枪。今天在这拍戏啊？你是谁啊？走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什么？旅馆出事了，跟我上，快！别走，上。我去开车，追紧他。小壮哥哥，救我！小壮哥哥，你要救我！小壮哥哥。闭嘴！你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啊？警官，把你卖到一个最脏的窑子当兵。你们狼，你们练老虎叫，你是最好的战士狙击手吗？回答我，完毕。该死，我当然是，你们正干什么？完毕。把直升机给我打进来，完毕。疯了，人正在直升机上，完毕。只有我知道，但我也知道你是最好的战士狙击手。该死，这是我最艰难的一次战斗狙击。狙击员，把车炸弹给我，我这是高爆弹。好。多少注意，高度54度，距离112度，气温23度，飞行速度80公里每小时，东南方向，风速5米每秒，准备。根本就不在乎你的死活，你在直升机上还敢打我的油枪，你
自己想想吧。好啊，那我们就一起。起来！再不起来，我打死你！妄想了，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出境路线全部封锁了，放下武器立即投降。我有人质，立刻封锁现场，等待孤狼突击队。马云飞，负隅顽抗是没有出路的，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特种部队。是吗？追杀人质的特种部队吗？你会下地狱的，你这畜生。好啊，正好拉着他陪葬，跟我下。小庄哥哥，救我！他们人太多了，我跟我走，配合我演一出戏。可热闹了，谁是这场戏的导演啊？我爱死他了。小庄，开枪啊，把你的女人再一次打死，我太喜欢这一幕了。小庄哥哥，救我，开枪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司令官，我们什么时候动手？猫头鹰有礼物要给马云飞。什么礼物？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进入，保持冷静。马云飞，我们做着交易。你会跟我做交易？当傻？放我出去，我都杀死他。你妹妹马其彤在路上了，这样，你把人质放了，我们把你妹妹放了，一了百了。你现在就滚出去，不许再来中国了。这是猫头鹰的原话。我妹妹死了，她没有死，好好活着呢。是我们把她放了，她在境外做生意，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吊唁你的爸爸和他两个倒霉的哥哥的。现在猫头鹰和他在一起，正往这儿来呢。就算他还活着，他是无辜的，你们犯得着折腾他吗？废话，你手里的人质就不是无辜的吗？你他妈混蛋！那你呢？我是毒枭，你能比吗？孟庄哥哥，救我！西伯利亚狼，你的位置是最好的时机点，
你撤下来，我顶上去。完毕。我带人主动上。完毕。你撤离，这是命令。完毕。我担任主攻手。完毕。我们只有这一次机会。完毕。我会抓住这次机会。完毕。飞，你看看这是谁？老头鸭，你挺逗啊！我知道外面有狙击手等着我呢，我不看。三哥，三哥是我，我是彤彤啊！你不是死了吗？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不来看看哥哥？我不想再回忆以前的事情。三哥，你收手吧。马云飞，你个兔崽子！我告诉你，你妹妹在我手里，你现在立马放人，要不然我一枪毙了她。你试试，你敢碰我妹妹，我就宰了她。马云飞，你是了解我手段的，你妹妹在我手里，对面的是我不认识的人质。你就不配做警察，你也不配当这个哥哥。我一开枪你就喊。我的腿，他打断了我的腿，三哥救我。我的胳膊，三哥救我。王庄哥哥救我。马云飞，行啊，你挺狠的啊。行，我现在就打死你妹妹，我让你知道什么叫乱枪击毙。安全。秋庄哥哥，我还活着，我还活着。我们还没到就结束了啊！你们难道不知道我是战略狙击手吗？好枪法，一枪毙命！啊，跟我有一拼吗？谁干的？西伯利亚狼，来一把！又复活了！我就知道你能行！回来吧！啊，我们就需要你这样的战略突击手，怎么样？哎，哎。啊，人家现在是名人啊。彤彤，你也快飞吧。我往哪飞啊？你看你后边。你别跑，快跑。我们走了。导演，不好意思把你场子踢了。永远在一起。同生共死。赵二，实在对不住，我真没想到，连你都没骗我。吓死我了！我也是没办法，你以为我真的会离开部队啊？
让你这电视剧里演我的那演员给我整帅点。哎哎，对对对，还有我啊，别忘了，我一直都是光辉形象的。哎呦，你俩放心吧，这年头找比你俩帅的简直容易死了。哎，那个 B 组的小悟空，卫生员啊。啊，行，我知道啊，有数，有数。这个送给你。哎呀，这，嚯，嚯，这现在可买不着了，哪儿买的？13年前，因为我记得你喜欢看《七龙珠》，所以我让妈妈买了一套。已经保留了13年了，今天把它送给你。呀呀呀！卫生员啊，卫生员，你也太不敬业了。CT 队员公然接受人质礼物啊！那我也比西伯利亚狼强啊！啊，人家西伯利亚狼多厉害呀！啊，CT 队员还和人质搞对象，还是个7岁小女孩，你可真行！干嘛？哎，哎呀，好好干啊！你记住，演我的那个一定要是最帅、最酷、最拉风的，啊！因为我是一个多么拉风的战略狙击手啊！你谁让你拉什么风？这都我们家夏兰的杰作！哎，完了！干什么呢？哟，大队长，这些是刚转业的士官们，我专门给你留着。你们要时刻准备着，别给我丢人，知道吗？他就是西伯利亚狼。西伯利亚狼，还不错。跟着你拍戏，导演看了还顺眼。大队长，你说到哪儿的话呀？顺眼，我太顺眼了。武器、空包弹、服装、道具，都给你留下。还有，大宝，到，出列。他专门跟着你，专门负责保管武器弹药。小张哥，你们几个都是好演员啊，都很厉害，都能把我给绕住。行，我服了。陆狼，好，收队。向右转，左后转。我知道你为什么那么爱他，因为他们真的很可爱。妙丽，这是你的军装，再穿上让我看看。像您的兵吗？虽然你现在是大导演了，但你还是个兵。这个你还记得吗？33岁的男人了，不结婚不谈恋爱的，一心就要工作，买那么一堆破游戏碟，干脆跟游戏过一辈子得了。啊！你这个臭男人，你知道你攒了多少双臭袜子吗？40多双，害我洗到半夜，还当过兵呢，一点卫生都不讲。Thank you.
现在干净了，看上去舒服多了。好了，我上班去了。你怎么跟鬼一样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怎么知道我没死？因为我没有亲手触摸到你，所以我相信你没有死。你回来了，我也该走了。你干什么？我要上班去啊！你松开。大家先坐下吧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这么关心这部戏，能够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新闻发布会，再次感谢，我代表剧组全体的工作人员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，谢谢。我宣布，庆功会现在开始。谢谢大家。需要你，他在境外被贩毒集团绑架了，我不能出警，能营救他的只有你。走。代号西伯利亚狼，026的编外组。